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，特别是青少年近视率已超过70%，且近视度数不断加深，近视人群越来越低龄化。视网膜在椭球形的眼球内表面后侧呈曲面形，普通的单焦点镜片在视网膜底部呈平面物像，物像的中心清晰成像在视网膜上，但是周边物像却在视网膜后方。为了看清眼球自我拉长调节，科学数据表明，眼轴每�拉长1毫米，度数增长300度，这是目前近视度数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红城集团推出环焦镜片，采用周边离焦防控技术，结合自由曲面设计工艺，精密计算出镜片自由曲面率，打磨出更加适合眼球生理特征的中心和周边度数。镜片度数呈圆形，向镜片周边呈放射状递减，确保中心区域成像完整清晰地落在视网膜上的同时，周边成像在视网膜上或前方，在矫正视网膜中心视力的同时，也矫正周边视力，阻止眼球向后伸长的趋势，最终达到延缓近视发展的目的。红城集团环焦镜片符合人的扫视习惯，有足够的周边清晰度、舒适度。红城集团环焦镜片全方位矫正视力，预防延缓青少年近视的加深发展，是您的最佳选择。